媳妇化妆了？你瞎呀？给我5块钱呗。要钱干嘛呀？你看我袜子都破成这样了，真的没办法穿了。哎，就破一个洞，我不还能穿？那你再看这边呢，都破成这样了，咋穿啊？给你转过去了。嘿，谢谢媳妇儿啊。那个媳妇还有什么指示吗？你知道过2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啥日子？2月14，情人节。你就没有什么表示吗？有，媳妇儿，你等着。媳妇儿，这是有惊喜为你准备的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哎呦我的妈！陈思美，你信不信我衣服坏子闻死你我啊！不，自从跟你结完婚之后，我兜里能掏出来1块钱硬币，那都算是稀罕事儿了。就这个，还是我存了1个月私房钱给你买的呢。那行，老规矩，回屋把键盘拿出来，没准我高兴能给你个32似的啊！走。不，媳妇儿，我能不给你准备吗？媳妇儿，你看，花西子214纯纱礼服，你看这周围并蒂莲图案，这种高级的质感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，而且它还代表着花开并蒂，永结同心。哇，这金色好好看啊！这只红豆纱就是红豆绵绵，我们的爱情就跟纱一样普通且流畅绵远，又像那一抹金红让人羡慕。哇，好丝滑啊，涂在嘴上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好轻薄啊。老公好看吗？把妈字去掉，好看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来，老公请。不对，你哪来的钱啊？媳妇，我这不是刚发了奖金吗？啥意思啊？上交。我困了。